好，看他，看他，看他走了，那我要开始了啊。汪卓成你好，我们是新生报道节目组，为了倡导特殊时期的生活准则，一一安心宅在家里。哦，好像那一是杠杠还是一杠杠？好，今晚介绍外出，希望传递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节目组我同你的粉丝带来一些丰富多彩（括号毫无灵性）小挑战。好，看一下啊。一，粉丝希望汪卓成在拍摄全程佩戴 A 是居家睡衣 ，B 是金丝眼镜。这就是我平时在家的，装扮。为什么戴了个帽子？因为我头发实在是太长了，我不戴帽子的话，就有点不太介绍一下自己在家的生活状态吧。我最近在家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吃了早饭就开始学英语。对，我最近天天都在学英语，下午就锻炼练，陪陪猫，陪陪妈妈，然后每天晚上跟我妈妈看一部电影，然后又去学英语。如果大家在家里闲得没事的话，也可以多学习一下，趁这个时间补充一下也挺好。你希望汪卓成在房间中找出 A 每天除手机外使用频率最高的物品 ，B 妈妈送给他什么新年礼物？让我找一找啊。我最近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游戏机，这个就它一环就可以锻炼，然后还可以玩游戏，然后还有这个，这个蛋挞，这个呢是拉力绳，因为现在正在家里做运动嘛。然后还有就是还有那个小本子，就是最近在记单词。小本子都放哪？哎，小本子呢？小本子没忘了放哪，反正就这三样东西吧。粉丝希望汪卓成对蛋挞做出 ：A. 假装听到，看看蛋挞是什么反应 ；B. 进行挑战全网最乖的猫测试。其实大家也挺好奇蛋挞对你这个开开心心把它送去绝育的展示官脾气好不好？必须要演戏的。天哪，我没有这样，我就是开开心心的把它交给了医生。啊，这个好难哦，那就试一试吧，蛋挞。来，蛋挞跟大家招呼嘛，蛋挞，你看，你看，乖乖乖，乖乖乖。晕倒了。他可能，好吧，挑战这是算是成功了吗？蛋蛋你也太冷漠了吧！算了，这蛋蛋还是挺乖的，蛋蛋不是会坐下和握手吗？对不对，蛋蛋？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蛋蛋特别喜欢喝酸奶，他只要一喝酸奶，就让他干嘛他都干嘛。蛋蛋，你看酸奶。现在我可以让他坐下握手哈，蛋蛋坐下，蛋蛋坐下，坐下握手，怎么样？好，坐吧。好，握手握手，怎么样？好，乖。好的。好啊，蛋蛋。蛋蛋就是这么现实的猫啊。与蛋蛋互动结束后。互动完了，辛苦蛋挞老师了，回头大成给点好吃的犒劳犒劳他。节目组还有一些问题想知道，大成最近在家里是不是像我们一样无聊，请大成如实回答哦。自己说说自己胖了没有？我胖了，因为我天天都吃很多，然后我最近自己在家里还就研究就是各种做吃的东西。对，我还前天我还炸了鸡翅，然后做了煎饺。现在多少斤了？我现在应该有38、9、40斤，40斤左右，反正胖挺多的。我
回家这么久都被妈妈嫌弃吗？模仿一下回家当天妈妈对你的态度，现在对你的态度。还好吧，我妈妈没有怎么嫌弃我哎。就现在好不容易有时间，那个妈妈一起多待一下子，就还挺珍惜这段时间的吧。当然，我妈就是现在，我老是在家不穿袜子，我妈就说：“爸，我穿袜子，快感冒了。”就这种，从哪天开始憋不住想要出门的。我前几天好像下楼倒垃圾，然后去附近的便利店。我在说什么？去附近的便利店里面买了一些什么水呀，还有零食上来。在家做的最无聊的事情是什么？最无聊的事情是什么呢？发呆吧，因为我一没事就喜欢在家里发呆。学英语，我妈现在被我带着学英语了。在家是怎么消磨时间的？有学会什么新技能吗？拼乐高吧，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前段时拼的那个《哈利波特》的城堡。你看 ，Harry 在这个城堡头上，他的猫头鹰，然后海哥，还有维恩，还有赫敏，里面呢是 Dorito。你看，这是一个楼梯，厉害吧？过年期间发出的最大一个红包有多大？红包，但是微信里面不是有设置最大的红包是不能超过200块钱吗？如果是转账的话，哦，我给我弟弟妹妹好像转了50块钱。疫情结束后，你最想立刻马上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吃东西啊，就去吃一顿。哎呦，我好想吃烤肉，还有披萨，还有火锅呀。好，结束了。辛苦大成老师了，今天的拍摄内容已完成，请用自己的方式对着镜头打板结束吧。结束了，谢谢大家。然后也希望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在家里好好休息，然后好好陪陪家里人，多锻炼，然后多学习，一定要记得勤洗手，然后家里要多通风，能尽量不出门就不出门，然后等疫情结束后，大家再出门，然后吃一些好吃的。这段时间就好好在家里，注意安全，陪伴家里人就好了。好，那今天就这样啦，拜拜。但他每次都这么不配合，为什么呀？你乖乖好不好？好，那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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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